秒答，秒答。你有演热戏啊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哦。哎，是啊。好，准备喽。好 ，ready， 请出第一题。哎，看到笑什么笑？说，没有喝醉酒做什么好事啊？就跟我跑去结婚？你们知不知道喝醉酒最不能做的事就是一开车，二结婚？清楚了吧？这个我觉得我知道了 ，OK 吧？应该对吧？好吧，哎，我进来有看到一位谁呀？杨秀慧。好 ，OK， 请亮答案。第一排，一二三。好，什么答案？那我中间字不会写，我想不到。什么？杨丞琳。你的？我写我好不容易杨丞琳。王静也有点像。王静。好，亮答案。哎呦 ，Rainy， 哎呦，连 Rainy 安心雅，安心雅，哇，哇。上过节目哎，哇！你们知不知道喝醉酒最不能做的事就是一开车，二结婚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那半夜吗？所以这个是道歉花束啊，里面有十朵花，一朵代表一年，加起来是十年，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。对了，你作业做完了吗？秒答，你有演热戏啊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哦，哎，是啊，我肯定的啦。好，来先看引诱这边，念出来什么？昆达，来，我也是。昆达，像啊，许光汉。哎，我这个猜错，我回去偷了。我这个演过偶像剧打的哎，可是不是都没有现场的吗？没有，这运气啊，鬼哥啊，看当事人好不好？王阳明哦 ，OK， 炎亚纶有可能，炎亚纶恭喜答对哦，所以这个是道歉花束啊，加起来是十年，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。第三道题目来喽，注意哦。请处理。我变成了你的老婆，也变成了媳妇，可我也还是姐姐，还是姑姑，还有公婆。好，就这样。秒答，哎，明佑秒答。应该是我。对啊，哦，总是要有一些那个自己收拾的人吧。而且我好像刚好有看到这个片子吧，我刚好有看过，我刚刚看过这部戏。哎，郭靖现在电池已经被拿走了。哎呀，送你们啊！卡已经拿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郭靖的答案是杨锦华。OK，Thank you， 安心雅，哎，你呢？王靖。王静又王静，你这么喜欢王静，一定会猜到一个。我乱猜。郭书瑶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来了，鬼乱讲。我不知道啦。哎呀，郭书瑶，哦，超屌。哎呀，你猜到。